Hello， 大家好。咁咧，我系李天欣啦。咁咧，我系香港嚟嘅，而家咧就喺Indiana University 咧读紧呢个硕士二年班。我系拉小提琴嘅。咁喺过去呢几年咧，我就喺2014年啦，就赢咗呢个香港弦乐紫荆杯公开组嘅大赛啦。咁就有一个公开嘅同 orchestra 合奏嘅表演啦。咁同埋2015年咧，我都入咗呢个亚洲青年管弦乐团，即系 Asian Youth Orchestra 咧，就同佢哋喺亚洲环游有 tour 咁嘅表演嘅。好，平時咧除咗練琴之外咧，我都好中意聽歌啦，即係聽流行曲都有聽嘅，同埋我中意睇韓劇啦，同埋中意整下甜品咁樣嘅。同埋呢度嘅學習環境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啦，香港可能嗰個競爭啦，著重成績會比較多，但係咧呢度咧我好睇到每一個學生咧都係好想睇到自己嘅進步咯，同埋呢度嘅老師都好鼓勵我去繼續學習啦，所以我係好中意喺呢度讀書嘅，同埋。Indiana 的風景很漂亮，這裡又比較靜，所以在我練琴的時候都會比較專心，是啦，但是呢來了美國讀書就見不到家人，還有見不到很多相識的朋友，所以呢就有時都會很掛著他們的，是啦，就是這樣。多謝大家收看這一集音樂廊的專訪，我是 Joyce 李天欣。大家如果喜歡的話可以 like 了這個 page 或者去 share 出去。